拉米鲁常见问题。拉米鲁痘痘毯怎么洗？有照顾过新生儿就知道，小宝宝很喜欢把东西往嘴里放，建议家长每个礼拜都要清洗一次宝宝的寝具。但顾宝宝之余还要手洗，妈妈好崩溃。拉米鲁懂得妈咪的辛苦，痘痘毯用洗衣机就能清洗，超方便。首先将拉米鲁商品装入洗衣袋，再依照洗涤标签指示，开启水温30度内且转速低于800的精致柔洗模式，不使用漂白水及烘干机，避免变质，洗后阴干即可。拉米鲁痘痘系列、竹仙系列、Velvet 系列，使用洗衣机就能清洗，超方便。